现在呀，是2024年啊，6月2号的傍晚的将近6点钟吧啊。刚才是在家里编片子呢啊，我们小区邻居啊，游山玩水，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有人发现啊，海边发现了一个受伤的海鸥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咱过来看看啊，这个几天没来海边啊，怎么海边这个地方绿油油的一片啊？这个绿色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虎胎呀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绿藻啊，藻类的东西啊？今天是退潮啊，海边有一些人啊在赶海，啊，远处都有啊。过去看看吧。说在这里啊，这里是卧虎石啊，我看这里有一些这个业主吧，在这里，你们发现什么情况了？你好，你好啊。受伤的海鸥啊。哦，你们啥时候发现的呀？1个小时之前吧，就追着，哦。就是在这个海水里头扑腾来了。哦。后来我们给它抱上来了，哦，你们抱上给来报。了，抱到这以后，然后以后动了手上动，被咬了，咬了一下，我没事手吧？被给咬了。啊，你的手都被咬了，哎呀，你得赶紧得打针，你看你看。这个别有那个什么，打破伤风是吧？对，我估计得打一下，哎，这个它是怎么回事？没看出来呀。翅膀，它那边那个翅膀有点脱，翅膀脱了是吧？哎，站不起来，它站着，它头往下栽，头往下栽，嗯，受伤了。我看那个嘴好像有点血色的，还是不是血色，是颜色，是颜色啊。那个是颜色。咱们也不敢动它啊，咱们就看一眼吧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咱这有没有咱们银滩有没有动物保护组织啊？有没有专门管这个这野生的动物？对，这是海鸥，挺漂亮的，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海鸥。大家你们都挺关心的，是哪个小区的？都是？都是檀香荔湾的。都是檀香荔湾的。我在那个群里头艾特你了，你可能没在。没见我在编的片子呢，我没发现啊。刚才我们游山玩水，我们网友，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微信，说是有人说这里一个海鸥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看看，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说不行的，咱也没有那个动物协会，问问他看看这个属于几级保护。对呀，啊，在不在？给12345或什么打个电话问问吧，咱们尽个力。如果说能够救助，放的有没？咱们银滩没听说有动物园，有没这样的组织？有味儿了，已经有味儿了。没有，那没有。它现在都招苍蝇了，你看是怎么回事？苍蝇是因为它从那个海里头出来，哦，出来估计海水里头带点那个腥气味儿。哦，带着腥气味儿啊！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水里头给它抱出来的，不，海水里头抱出来的。哦，你们给抱出来了。对。哦。这是小海鸥吗？对呀。你看，这大哥也很关心。你看，一直拿那个给它扇来。都扇啊！嗯。关键它吃什么？它是吃鱼。它是得吃活物的。它吃活物的，对。就那牡蛎啊什么的，敲开它就吃。对。这也不敢抱它吧？你刚才已经受伤了。人家受伤是啥地方受伤？能发现了没有？对，哦，就你抱它，把手弄伤了啊，牵了它，牵了一下，对，哎呦，这就是，对，它也得保护自己啊。看看，打个电话吧。现在好像有点精神了，你看它。不，它一直这样的，一直这样啊。神情问题不大。反正咱们现在是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没人会吃它们的，是不是？像过去的话，那个是年代的话，可能就把它弄回去吃了，咱就是看看它就。受伤了，怎么给？谁能够给那个12345打个电话看看，然后给问问他们怎么办？问他们一下官方。那你得赶快上医院去，上滨海医院去，二院。远不远？离这个地方有3公里，大概是。就在大。四公里对，四公里，大陶家那边。到不了大二线，三线，三线。三线。对。你赶紧上医院，医院去。那干啥呀？医院打个破防针啊，或者是怎么回事？弄一下，要不万一这个……你看那海鸥，对，万一怎么感染了或怎么回事就不好了。你像狗的话有狂犬病，咱得打的狂犬疫苗。对它这种动物不知道有什么带不带病毒，咱们说不清楚。咱们健康第一位呗，是吧？你们赶紧去看看吧啊！对，就在东湖山往西一点就是。看，这个样子啊，说是一站起来头重脚轻的站不住啊，还把这个救助他的这个好心人给咬了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海鸥是怎么个情况呢？我现在了解不了，我觉得要不就是吃上东西了，要不就是
那个上岁数了，上岁数了，飞不动了、飞不动了。你刚抱了吗？抱起它了，它俩翅膀还在那扇了，还在扇，但是没飞不起来了。飞不起来，不要让飞了，它站都站不稳，站都站不稳啊！头重前栽下去了。哦，那也可能是老的话，那就自然淘汰。啊、如果年轻的话，看能不能救一下，是吧？咱也看不出姥姥是啥样子的，反正我感觉它，要不就是吃的东西不对了，要不就是老了。是是是，谢没有啥 谢谢你啊，好嘞，哎，啊，看这边这个绿色的，是不是虎胎呢？我也不敢断定啊，待会问问他们啊。好，虎胎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好像是很细溜溜的一种草似的，是不是虎胎？我问问啊。哎，大哥，我问你一下，这绿色的东西是不是虎胎呀？不是，不是虎胎，是什么呀？它就是长得一种青苔吧？是青苔是吧？哦，您知道这个？虎胎的还没。现在有很少，很少、啊，有时候浪大点还过来一点，哦，很少，哦，这不是虎胎，不是虎胎就好，虎胎，哦，这东西能吃吗？我也不清楚能吃不能吃，啊、你也不清楚啊、哎，今天你也是赶海啊，哎、弄点小什么小虾小虫子的，不是蚯蚓，啊，蚯蚓啊，钓鱼用的、哎，哦，现在我给12345打个电话啊。工作人员已经受理了，他说要给有关部门联系啊，到时候联系我啊，看是怎么情况。他眼睛是挺精神的啊。啊，这看着海边绿色的啊，刚才核实了一下啊，不是虎胎啊，是绿色的一种苔类啊。啊，刚才乳山市的动物保护部门已经和我联系了，他们马上过来啊。